讲到要壮大黑旗集团啊，有一个麻烦必须要先处理。什么麻烦？当初我联合万海金融先把永兴集团联合到，不过也把万条万这只鬼引入来。这五年来，伊伫客座讲伊对我有温情啊，表面上是讲啊真好听，有钱做伙谈。不过实际上，我袂输伊个细汉个感觉。我伫咧吞论伊，所以我想尽办法要壮大咱黑旗集团，安尼才有法度脱离伊个掌控，甚至个压入底。万海金融，敢是你讲要淡掉就淡掉个？万条湾迄只鬼，干巧个程度是罗振兴个一百倍。这五年来啊，我看你无伊个法咯，已经看到足绝望。只要当顺利收购日月星饭店的定义是替咱黑旗集团助力一档强心剂。你个动作先替你未来的江山啊，金底先啊顾好些，所以过安怎歹撬，你嘛要想办法去撬。你一定要拍通关节，补助一定要退来。啊，若是收购饭店，这我来去处理，干嘛呢？万条湾迄只鬼，确实是个麻烦啊。但我即马权力还搁伫咧，想我是赶紧解决单条，较要留落来休烦啊。万党诶，就是万党诶，不管是格局啊，还是你诶眼界，拢是遮尔啊宽。我想啊，穆凯李少爷有万党你遮尔无私诶照顾啊，我相信以后啊，一定会甲你诶囝婿同款友好。安尼，万党你等于一个手就得到两个后生同款呢。陈忠信，你真正是失够大，对我倒口正声，无甲我藏伫暗内。我早晚爱好我甲你算账，互你知影家己为娘当。来，副部长，请。进去。这是黑旗集团陈长胜。担当，我甲担当处长已经有见过面啦。哦，啊你是当时识识，我哪拢唔知。拄好伫个停车场有拄着啊。不过李少爷真照顾老大人啊，佫顺手啊，做主先关照老大人去予医生看，真大方，真有礼貌。不怪啊，会得到亲家讲你安尼个疼热心啊。会来遮替伊安尼过头过尾。我看陈董事长，你嘛对日月星嘛真有兴趣。啊，这间饭店经营啊遮尔啊好，啊地点啊佫有优势啊。既然头家想要买，我当然爱来捧场啊。我这间饭店有足侪遐企业家的朋友吼，足有兴趣的啦。陈董的足有诚意的，大家哦加交流，有足侪合作机会啦。陈董的，咱们是讲好要和武山集团来讲介绍。今日临时予人插花啊，真予我感觉意外嘞。这陈忠信伫个生意场会方便啊，我想你嘛心内有数。啊，你即马找伊来，我看恁即间日月星饭店都要改名，号做流星饭店啦。流星饭店？哼，我听无啊。哎，就参像流星同款，伫天顶烧起来，无外久就烂烂爆炸。流星真浪漫啊，有啥物唔好啊？至少啊，唔是亲像迄边甲反光过做日头，啊，佮骗人来遮讨温暖，然后娃娃甲人寒死啊！不甲李少爷，啊，若讲到你这亲家哦，真正是无话讲。伊甲伊的独生女嫁过恁母家，恁家己也嘛背嫁过来替你光叫呢。是讲哦，你除了感恩以外，你都要坐好稳哦，因为这桥安尼陷的陷的。那无注意哦，去跋落涂骹好，就食辣辣呢。陈忠信啊，买卖不成仁义在，你安尼话大句，使人别人亲情，上应得啦。你看你家己，遐尼侪亲情，拢互你做口业，做甲气了了啊！哎，该，这是他妈应得啦。陈大，哎，电话边讲。你做什么介绍，我拢接受。哈、哦？竟然有人叫冤家买啊！
看起来陈董事长，你真正是无欠钱啊！了解的生意无人做啦。陈董的，我先那叫你开的七折行李，已经算是伫个行情内啊。但是陈董的伊无太低哦，风险你家评估啦。对着这种无性格，当还有问题，才提各种的理由，靠东靠西的手段，敢需要我教？万董，你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我不是在讲你，你无需要紧张啊。叫你开的价，会接，是阮上悬的底线。有我甲武山集团联手担保，看你是要接受阮出的价。还是要跟陈忠信做生意，我拢尊重啦。你若选择担当的，大家当作是交些朋友。我甲信贤随你开。阿哥，等阮若出这大门口，你都莫阁想要找阮巧，阮是绝对无可能还头的。陈董，我叫你冤家，你买，哪会用的？咱即马马上就当签约啊！现金，今仔是我多接受慧姐姐介绍，我用现金做一个付款。我你唔免提一张合约，是莫安慰啊。陈董啊，合约发合约，讲我怎讲嘛不是现金。以你即卖的财务危机，即间饭店若阁拖一档半档，恐吓同是即卖即个数无无会起的。我考虑就好啊。Man， 陈董，你不需要考虑啊。不管你少爷，现金，我看你较需要现金，这就当作我这时段，包你这时阵红包。陈董，陈董，大家有咩好话讲就好啊，陈董。我真正想无咧，万条万不是应该徛伫咱这边？你啥时候要替副家李少爷讲话来收割这月薪啊？伊安尼做，敢不是大力帮倒三工，但倒着影响着万当家财接班啊？伊是条哥要甲我点，意思是叫我唔通想要脱离伊的控制，家己排入伫伊边啊，家己做大。重点是，我敢是五年前。需要伊资金甲我赞助，才我都活落来当中生。万条啊，你今日有什么无理的话啦？你再等下看。吴烈，听拄只陈长生的口气，副总收购饭店的代志，应该是跟我透懂。好家在啦，阮这个亲家哦，一切以大局为重，是我想想先啊。行，咱即马就伫遐甲信贤讲恭喜。既然万董会甲副总遐尔有诚意，好啦，八折就八折啦。啊，不过爱现金支持票，安尼无问题吧？好，咱就安尼讲定啊。也希望陈董事长啊，卖甲我这事实计较前两天的代志。毕竟现货才是买货人嘛，至少咱结果是欢欢喜喜的，真圆满，敢不是？你无虾米的啦。你好，咱吴副总对经营有遐尼啊多想法，这是好事啦。我的月薪。都交给副总啊！呢，陈董诶，唔免感觉有遗憾啦。憨子唔惊路途大，只求子啊代代传。我相信你嘛无希望将日月星饭店交一个对经营完全无企图、干那想要趁钱的投资客吼。啊，那呢，我来去准备合约啦。啊，那准备好吼，我随交副总来联络。好，麻烦你啊。
妈，你来啊。嗯，关键啊，我错过上精彩的部分了呢。啊，不过拄只看到迄旗子团，迄淡淡的面啊，轻顺顺出去，我就知啊，我后生成功啊，所以妈，俺就要甲你讲恭喜。真个，真正是感谢你呢。有你万海金融哦，即块外招牌啊，就是阮武山集团摕到饭店哦，上大的武器啊。即爿阮信贤哦，找你来做靠山，真正是上好的决定。我拢讲是亲戚，互相兄弟，是应该敢毋是？刚才讲阮新民给予恁信贷二十万以来，你嘛会当讲是真用心的参加。我今仔日跟他开嘴，替信贤哦，为数挂一个保证尔，真哪有啥？亲家，我真正是感谢你，万一看在大帅面子上，替我背书挂保证，我真正是欠你一个人情。客气些，安尼都先去找婚了。马不知廉耻，我无送碰壁给恁家，只是为着要借这个机会，给陈忠信一个下马威。那么我绝对会站官门看袂小他，哪有可能做对你李邦的气势，来将我的查某甲嫁婿阿罗底？为的是真正就失去礼数啦，亲家啊，为着感谢哦，你帮助阮信贤，啊不安尼啦，我请你吃饭啊，啊，唔知你怎么用？我今日应该是无考好，也没够用呢。是讲信泰应该更唔知影信贤今日替武山立了一个这么大功劳，伊那是知影家的小弟对公司这么上心。替新疆做亏啦，一定真甘心。你等我，爱和新太来请。林刚，我叫新明加新太，因阿婆安排，等大家做我吃一顿，你跟我走。都是一家人，下恰拢买的呢。阿婆，咱林刚再去找时间啦。那安尼，亲家，我都无耽误你办大事啊。恭喜你！尊敬大，师傅喏，金妈，我先来。嗯，先给。这万条碗哦，讲到底哦，只是想要利用你的手啊，去收你迄个单中心啊。原来。你这样找你，找你套背书挂保险，是这原因啊？看开，伊算盘早就已经调好啊。这边我坐到三工了，另外一个原因也是想要看卖伊对咱的态度啦。亲像伊种乡民多贵哦，我认为一开始一定想要哦，徛关山看卖小摊，先看看卖啊，你有几斤重啦。像这单中心出现，伊才会反头跟你到三工，是想要做人情。妈，那听起来你跟这个担当的刚刚是熟的，而且连亲家跟伊的关系嘛真清楚。妈妈嘛是拄只只想通的，你敢知啊？五年前哦，秦姆就想要介绍陈忠信给我认识啊呢。后来哦，秦姆甲陈忠信因联手甲永兴集团打败，啊那无，迄陈忠信哦根本就无翻身的机会。你一定爱会记，万家的人哦，就是看官无看低，只注重利益，无注重情义的人。我看，因根本就不是真心在替迄个陈忠信求人的。所以因是互相利用的关系。嗯。那呢？这几年，黑旗集团发展了愈来愈好，等到对板当署长是一种压力。所以我今日颠倒是变成万当署长，去打击担当署长的工具啊！免来，你颠倒还感觉骄傲，因为一个愈成功的人，被利用的价值就愈大。